條沙尖咯。細條啊，焗豉油就啱食。啊。個人覺得翻廣州好，喺呢度即係除咗呢個時候有人，其他時候都冇人。係喺度就舒服啲。係啊，舒服好舒服。但你冇乜嘢做啊，你淡季。嗯。呢邊就發展得好啲。係啊，你再完善啲，我覺得 OK 喺度留都冇問題，賺到錢啊嘛。就呢邊啲後生啊，全部出咗去發展啦。留低都係嗰啲年紀比較大嘅，以前啲魚都多啲啦，係嘛？都唔係啊，多呢個內港嚟噶嘛，好多魚喺入邊產卵，然後大咗先，個大條嗰啲先游出去。就呢邊啲魚細啲，但呢邊就好多魚。玩就好玩，咁你中唔中意啊？咁中唔中意都冇计，我系喺度答噶嘛。又冇话中唔中意，不过呢边啲生活咧系丰富过你哋嗰边嘅。即系亲近大自然多啲咯。大自然。嗰啲網嘅，佢俾人拖艇，蝦艇，哇！氣啊，呢只。
行氣哇！哇！後面有一架 Q 啲啊，職工。好，等你。好啊，得。哇！好少有啦。去，我啲職工。有少啊少。喂，時拼啊！龍蝦，龍蝦。呢位未算啊，睇下佢啊。好少见佢啊！有好少啊，呢条差唔多。我冇得见咯，半斤咯。野生龙虾半斤，三四百蚊打一条。如果日日都系咁样啊，我实都唔使拉客咯，我自己嚟扯咯。日日都嚟。系啊，讲唔定噶，好少有咁多啊。今日你好运啊！哇哇，好多蟹，好多蟹，鱿鱼，龙虾，有海豚，一白海豚啊！即而家有毛嘅啫，而家好少，之前都有好似，仲有呢啲佬啊、海龟蛋啊，家下都有啊，家下有時都會啲漁民去打魚，有時都會見到海豚，即比較少見啦、啊，少咯少咯。沙灘嗰度，即呢邊其實都有保護嘅，有啊，佢直接唔俾你哋落去噶啦，哦，即嗰邊係封住嘅，封住噶，為咗唔俾人知道喺邊度。不是為了不去打擾他們、即是不要污染了這些沙灘。如果他不封是不是真的會有人去執、肯定的，要下去玩水嘛、玩水那些、玩水就有垃圾。是啊，小小的漁村